犀利的黑风白皙浪漫之浪漫。西歪，这不就是兄弟吗？开心不得了，来！人阿姨看着呢，人阿姨看着呢。磨刀霍霍，一刀两刀。这个公司的夫人。他俩在一起可能是有那种互怼的这种感觉在里边，因为我是个很成熟的人，所以我肯定不可能是小学鸡，他就是那个小学鸡。我的旋风飞腿。